先塞黑线，然后再把红线塞进去，那从后面这边，后面有一个洞，从这边出来。这个扳机穿过这个洞之后，稍微把线往后拉，慢慢拉，然后把它卡进去。然后把我们后面这一只插进去，接着再来。选择钮锁上去，握把，我们先塞黑线。从那个洞塞，再塞红线。它这里有这个轨道，这里 box 有轨道，把握把塞进来。然后接着锁两颗螺丝。锁对角，对，先把端子弯下来，这个地方先把黑线塞下去，顺着握把绕一个 U 字形，然后红的端子接红端，黑的接白端，塞进去，确保它可以正常的弹，然后先装红的。然后黑的从上面绕过来，然后接着装马达底盖，它这个有脚，脚要卡在蓝色，两个蓝色的对角，它要用这两个脚卡住，所以要稍微绕一下线。把它绕一下，塞进来，看有没有对同心圆。现在有对到，就是组装正确。然后把它两旁的螺丝锁起来。接着我们把马达底盖螺丝锁上，然后再锁上我们左边的选择钮，
命啊。然后把这一根固定下枪针有咬化的pin敲进去。接着把 box 线组再焊回去。Okay.